在新版《倩女幽魂》入面，型男古天乐一改小生戏路，竟然饰演燕赤霞。粗豪的大侠造型令人眼前一亮，戏中仲有不少难度甚高的动作场面，他都亲身上阵。我帮你揿住先，揿住揿住。受咗伤都仍然坚持拍摄，认真敬业。叶伟信作品《聊斋之倩女幽魂》，4月21号呼唤绝世真情。